好的，到我们的 P5 战略版的试玩的地方了。我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哇，这个算是这个舞台啦，哦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因为之前都是部长来试玩嘛，这次就换我玩，好不好？好，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没问题，开始战斗。哦，所以就是，哎，你喜欢玩这种战略的游戏吗？哎，我很喜欢，我从小就是先玩这种的。哦，你小时候就，哦，对对对对，是，那蛮多的。没错，那摩尔加纳就是猫咪，他会帮我们解说一下。嗯，来看一下怎么说哈。这边有三个敌人。嗯，就是看到这个中间有那个戴帽子的那些。对，那我们跟艾露刚认识嘛，我们现在要培养一下默契。他说我们要试新战术哦。哦。什么新战术？秘密绝招。啊，秘密之。首先Joker 就是主角，对对对，我们要攻击正中间的敌人，让他倒。好，回到。哦，他那是回合数，他说移动到这边。哦，所以按对，然后哎，然后瞄准他开枪射击。哎呀，直接倒啊！哇，很帅很帅。对，因为他刚在防御嘛，然后打他就可以那个破防。嗯，对，击倒这样子。对 ，OK， 艾露说赞。接下来还有三个人哦，我们要围攻倒地的敌人。哦，这派呢？怎么围？我们看倒地继续围攻。对，我先猫猫先在这里。哦，这个地方。对，你看他都要准备贴墙，因为贴墙。哦，对对对，就他这边有一个盾牌的那个图案。对，会比较安全。对，会比较安全。对，再来换艾露。艾露说：“虽然不太清楚哦，但我听你的。”就跟着箭头走啊。对，到这里。好的，很完美哦。艾露，わかりました。哎。Joker 来了，哦，哎，又出现了那个 Tri-Bangle， 有这个熊熊火焰的，对，总攻击哦，按 RT， 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再让你看一下，说有多少人会被打中，对，就包在里面都会被打到 ，Go， 哇哦，哇，还有联系动画，哇，所以如果是不同角色的话，它画面会不同，对，打应该会不同，应该不同，哇，全挂，哇，这么容易的吗？十个以内，哎，很轻松，哎。啊，互相称赞一下，艾露也很好哦。哦，其实是我们的身手很那个。哎，没错，其实玩家很棒哦。嗯。哦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善用这个发动总攻击。嗯。OK， 我们要尽可能的包围敌人，那战术效果会更好。OK，没问题。哎，不愧是我们怪盗团，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敌人全部扫荡完。好了，那这边就稍微会介绍一下这次新的这个总攻击 Tri-Bangle 是。对，那简单来说，就像我们刚刚示范，就是它会可以，你可以利用角色的这个位置来把他们三个包起来，是这样子。来看下一页。嗯哼，是的，那我们会根据我方单位的近战攻击力跟枪械攻击力而提升。此外，三个单位里任意单位陷入燃烧、绝望以外的异常状况时候就无法发动。哦，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个角色啊，现在还在倒，在睡这样子，对，就可能没有办法。嗯嗯嗯，哦 ，OK， 所以要抓好时机，把大家给包起来。没错，好了，这边就要看你要怎么走啦。没错，因为我现在我就随便打一个好了。好，各位注意，这款游戏有个重点，就是你就是要尽量的在掩体后面，你要贴墙，因为才能保护自己。如果你没有贴墙的话，好像敌人会打你两次。对对对，就多一次机会可以打你。对，这样真的不行啊，很容易就会出事。对，你看对方也都是躲，好好的躲在掩体后面。没错，哦，我现在要开枪射击。哎，好像轮到我，艾露，我走一个，走来这好了。这种时候就是要考量到说，你想要一起先打一边，还是要分开打？我帮我打，我们一起打好了。好，我先躲，就一起先打左边这边好了。对，那个下面那个白色框框就是你走的范围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对，那现在没有事可以做嘛，我们就先回合结束。好，对，因为不会打到敌人。嗯。好了，换对方了。哎呀。哦，你看我们是在一个 guard 的状态，所以就是要躲在掩体后面就很重要。错，然后接下来我来这好了，因为这里还是不然这里好像这里。对对对，这边好像应该会好一点。对 ，OK， 我们来，然后这个刚刚那个血就少了。哦，我可以放技能诶，欸，我是可以一次打两个人诶。这个技能应该可以，对，它应该是会不会是范围技，所以让它可以打两个人。我当然打起来啊。你可以试试看。好。哎呀，我先移动一下。对，这个时候就很重要，就是要看看说，哎，你要怎么个移动法？我这样会不会太冲啊？你觉得？我觉得你可以试给观众看。好，我就冲一发，来这里哦，我直接技能他们，然后加选择，哎，没有，他只能打一位啦。哦，只能打一位。我先回去好了，拜拜，回来。哎，猫咪是不是有跑得比较快？哎，它跑的时候很可爱，是地上，它脚是圈圈呢。它是那种动漫风格。对对对，在那边跑。好，我们先来这，我用技能打那个。对，然后他好像还会再往后弹哦。我打不过去，我打不过去哎！啊，我打不过去，因为那个限制。好了，我来这啦，我这把他打掉。好，
把这只，先扫这只，他就一定啊，还没掉不下来哎，不管了，先打。哎、欸，打飞了。对，他又把他往后弹，这样，所以有时候哎、欸，你就可以把敌人打到 triangle 的范围里面，就是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战略运用。OK， 这边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靠近你好，这样这边一样技能打他。哎、欸、哦，这个黑损蛮多血的，哇，可以看一下画面。哎、欸，他进入遗忘状态了。他现在是说我是谁，我在哪里？对，这是干什么、欸？他直接走掉了、欸，我是谁？他没有打你，完全没有打你。他给他丢了啦。哎、欸，我有没有机会那个啊？这时候就来看你要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啊？怎么战？怎么战、欸？啊，没有办法。现在应该还没。还没。那我先打他好了。反正我在这，我先。你想要用你的技能吗？可以用吗？用得到吗？哎、欸，这样他就直接死了吧？这样还可以对，这样就直接死。对，因为我们右下角那个技能是不是免费用的啦。嗯，他还是可以耗损 SP 的哦。对，所以大家要看一下、喔。再来，这个。所以你是比较喜欢近战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在想，我想可不可以那个 triangle 跑出来啊？哦，这边他如果躲到这个角落，可能会比较难，就等于是他的那个三角的那个底。就会变成像现在玩这个游戏战略版，大家都变成三角专家。对啊，他会说他怎么样去设、想尽办法，你知道？对，算了，没有，那我就先打他了。反正他血应该也剩一点点了，他应该是必死了啦。对，应该是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你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？还剩一点点。那我不行，我要用技能。我技能应该可以。技能直接把他带走。哎、欸，不止被打飞，也是被打不见。好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往这个方向进攻了。这边好像可以，哎、欸，不能打、欸，我们先，不然就停在这吧，再靠近他一点。结束回合，好，结束回合，结束回合，我们看看会怎么做哈。哎呦，那是有我有墙壁，哎、有，还是有 guard 到。この状況は，我来这里好，这里有尬一点，这边尬一点。这边有尬吗？你是尬屁股哦、喔。对，尬屁股啊，可以吧？他前面都叉叉呢，你确定？就打不到啊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有，这样有可以。哦，对，刚刚那个叉叉是打不到的意思。哎、欸，可是很可惜的是没有，因为他的技能是范围技能，但是整倒一只。对，就看你要不要。你觉得我要用普攻的技能，因为整倒一只。他那就是用普攻就普攻打得到吗？打得到。嗯，那就普攻一下。好好好，来斯卡巴达。哇，大家觉得我们客家玩家很省啊？对，慢慢来，反正我们要等猫咪来。对，因为我想要包他们，包他们。哎、欸，这个技能哎，啊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来这吧。包他们可能就是要，对，猫猫应该要过去。对，应该是对那个角度，看他们怎么走。真的是，哦，他好像知道你想要弄的感觉，他都躲他全部都跑到一个小小的范围里了，看你怎么包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打这两只哎。对，可以，你可以在这边。对，我直接用技能打这两只。一个 LE， 哇，五十三六，哇，这应该已经，哇，也快不行了，你就绝望了，绝望了。在这里，要先对，你要把那个角度给拉开。哦，技能，你可以先打那个，你打得到那个血比较多的吗？打不到，哎、欸，打不到，只打到这两只，只打到两个，那就先让他八吧。哇，哎、欸，角度不一样。哎呦！因为像这种战略类型游戏，它可能高低差，或是有什么角从后面、从旁边、从前面打的，会有不同的伤害这样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因为我把他打死了，所以我又可以再打第二次。对，你可以直接再打第二次。再打他。哇，那这样根本就基本上只剩一只。看你能够在最后这一次再给他包一次。哎、欸，我很想包得到。还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哇，因为我一直打死他，他又有打死他又有。One more。对对对。有啊，我这包起来了，艾露来就包了，哎、欸，怎么还包？看怎么包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怎么？哎、啊、呀，要倒地他才能包了。哎呀，对，你没有把他打倒地。那我用技。你看，就游戏设计的就机制就设计的很好，就不给你乱包的。对啊，就你要先把他打倒地。没这么容易好不好，各位？对，然后再用办法把他给包起来。OK， 可以包了吧？他现在已经，哎、欸，可以，我这已经包起来，这已经包起来。啊，猫猫太远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打倒的这部分吧。啊，算了，这样子包了一次很可惜耶。我们的招式都太强，直接把它干掉。因为它这个其实真的蛮容易上手的。嗯，真的。哦，做得很好。Joker 有什么东西掉了吗？哎，道具。黄金齿轮。
好，我们先收起来哦。对啊，这应该是后续就是一些升级啊，就是能力要用的一个零件。是一个资源。OK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容易上手的，而且它教学得很清楚，蛮简单的。就是等于是你刚刚三个条件你也都完成了。对啊，我三个条件完成了。对，你也是在六回合内通关这样子。OK。Stage clear。接下来就是。